来，立正，站立，请坐。秘书长，曾老师，各位长官，各位咱新来，或者是第二遍、第三遍来，同心，大家阿曼，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在这年啊之外的天气之下啊，踊跃来参加咱这个第十一届演习会。明仔咱要真济同心会来，后日嘛同款，后日可能要较济。因为有人吼，因爱下晡爱上班，啊，赶来到家就足晚吼，所以因就拢明仔透早来。啊，后日的时阵，因为第三天。通常第三天咱结论拢足精彩，嘛咱第一有要来，咱的发言有要来讲一寡新的物件，甲咱副主席蔡明华先生，嘛要来做报告，所以这边咱拜礼拜日的天第三天会足济人来听这演讲，咱已经当堂进入第十一届的演习会。将近700个人来这个所在上课，热屁屁顶礼拜咱这个升旗典礼升旗典礼足甘心的啦，才300人较济较低来参加这个升旗典礼气氛非常良好，大家拢足有信心各位咱同心，若有时间，请你去哩六楼，甲看咱迄个五旗旗五旗旗有一支是中，一支是美国的国旗，因为台湾在第二次战后是美国占领区，边啊一支美国军事政府的旗也倒边，佮伊的右边就是日本的国旗，因为按照国际法来看，台湾是日属美战佮来较上左边迄支是咱的迄、那个。军事占领旗美国的美军的军事占领旗，过来向右边呢，就是咱的台湾民政府的国旗啊，台湾民政府的旗啊。咱是安怎？有人无啥了解，是安怎？咱都要成立民政府，咱民政府的目标是伫倒位？伫咱顶礼拜新大专班内底有咱的少年的朋友。就提这个问题只要对咱台湾的真正历史来讲起，这一方面是安尼啦。我最近这两礼拜看一本这个《后藤新平传》，活多新平上活多新平嘛哈，《后藤新平》新平上我安尼伫迄个甜中华去做田的时阵，来回伫车顶，伫国光号啊，甲伫台铁上安尼看，看两，拄来两抓安尼，拄四界来回安尼吼，甲一本册看无真高啦，是略传啊，略史，看了足感动的啦。伊伫明治31年，大概是1908年，甲明治39年。1916年安尼，八当中间来台湾总督府担任迄个民政长官做足侪代志八年来咧做足侪代志，甲台湾变做一个现代化的所在。首先伊来甲这个所在，伊讲即几年过去，拢该送恁日本，几啊百个拢该送恁日本。新进的人才，拢对迄个
日本来用大学毕业少年呢，叫伊来台湾来做担任这个行政官僚安尼吼，啊约束每一个人，比使哩啥，袂使贪污，安尼，所以励志足好诶，啊然后开始伊足侪改革个工课，我即吼做一个笔记，真简单，我甲大家报告，八年尔咧做足侪代志，互台湾变成一个真现代化个国家。首先吼，伊就迄个甲土匪吼，拢改迄个招降，吼、哦，什么迄个林霄鸟啦吼。哦啊，迄个什么简大师哟、喔，迄、那个郭牧师，简大师啦，吼、喔，林霄小鸟啦，拢去回吼招降，吼、喔，伊用办法咯、喔，我代志互你做，你袂使甲做歹代志，袂使去做，佮做迄个抢劫的代志啊，啊，我做工课互你做，啊，甲你限制，甲你控制，甲你监视，吼、喔，啊，所以结果足好，结果足好，啊，过来就是吼、喔，伊讲吼建立这个保家制度，吼、喔，1908年开始就建立保家制度。啊，然后伊这里吼、哦、进行卫生改革、卫生政策。台湾吼、哦、张力之乡，哇，真侪流行病嘛，一来吼、哦、开始吼、哦，这卫生政策吼、哦、啊，整顿这个水沟啥有诶无诶吼，啊，铺咩文明吼、哦，啊，过来注意风沙，互大家拢袂过再有流迄个传染病咧吼、哦。啊，然后办义务教育，每一个囡仔满6岁拢爱来好好读册，卫生吼。爸母是爱处分的安尼，吼、哦，啊，所以这真好，甲每一个人吼、哦，拢了来学校安尼受教育，啊，所以大家识字率就足高呢。郭牧师应该讲，1945年的时候，中国这3%的人口是捌字的，咱台湾就70%啊，伊的20几倍呢，所以咱足先进的啊，哦，唔是安尼了，哦，伊做足是事业的，开始做啥土地调查，土地调查就做大租。小租哦大租户大租户甲小租户啊，佃农啥呢？做这调查的时候啊，甲土地拢土地丈量足清楚的，啊，然后就清查迄个土地，然后扣税哦，增加伊的税收哦，啊，建设鸡笼港啊，甲啥完成代替伫鸡笼甲高雄代替主线，啊，然后再佫建设这个分线呢吼，啊，然后专卖制度建立专卖制度，就是鸦片的专卖啦控制。控制，互你渐加渐少，甲消灭这个鸦片的歹习惯。啊盐吼、哦，啊甲这个酱肉，拢是这个专卖安尼，吼、哦。啊另外安尼无够，伊开发这个产业，认真去开发产业，砂糖的吼、哦，这个砂糖呢，咱迄个糖就对啦，糖啦、啊、米啦吼、哦，啊甲这茶吼、哦，啊佮经营这啥阿里山的森林游乐区啊，吼、哦、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啊因管理就好。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因咧错查的时阵哦，唔是受中国来讲，错个参金拢出来走，伊则个错个讲，超像甲遮安尼，回后讲法医国话，话来先金就会当定条条，唔惊土石流啊。啊，中国来先错个地，啊则金拢话会话会走话啥，话做切切东切山切切查红啊啥，啊结果咧，土石流安尼，迄、那个大河来的时阵哦，你这土瓦拢松松无紧的慢。无今年办的新的土石流就崩山崩山，啊，咱的水库就拢叫淹没安尼吼，就是讲哪来哪泥沙淤积哪济，啊，水库就变成寿命足短。啊，所以你要看人伊这里开发台湾的时，这里啊拍拼，啊，然后哦，这里哦，做各种的调查研究，你进行这个改革的时哦，各项拢先做调查研究，节节工课都安做起来。做海运，吼、哦，啊个主张南进的政策，种种咧为咱台湾的建设做足些工作安尼。啊，这本册是八田雨衣的建设，吼、哦，啊，所以哦甘心啦，就讲、是、做一个日本人，迄当阵台湾是伊殖民地，但是伊来好好建设这个台湾的时候，这个日后东京大地震，1924年哦，吼、哦，1925年迄种。前后，对，东京大地震，哦，烧到迄附近的所在，本来县市拢大地震的时候，伊有迄个计划要做东京的这个大建设，啊，请迄个美国迄个都市建设的迄个专家，叫做比阿德，吼、哦，比阿德这个 professor 这个人来给他做建议，啊，迄个比阿德啊，迄个时阵来个台湾，伊从来个东方啊吼，顺便来台湾。看台湾的建设，看一个惊死，看，爱心台湾那进步啊，真嘞！
世界水准的嘛。有下水道啊，台北市吼，伫十几年前的时候，下水道有37%，37%拢是迄当阵伊做的。你啊看咱台北市，迄、那个下水道做到迄尼啊，伫日本时代做到37%迄个程度啊。因为你下水道先只一个污水往迄个所在，往下水道去流，卖伫个市民一直流，啊，市民市民流流去，你就是污染嘛，垃圾嘛，啊，容易啥？容易有细菌，啊，就容易这里传染病。啊，你污水拢放伫个下水道先哦，啊，怎啊再出分再处理的先，就搁流出去，就袂影响到咱一般居民的生活。看咱台湾是进步到这个程度啊，真不幸就是讲。台湾进步到这个程度，咱看过去咱伫迄个电视节目内底有讲吼，讲1935年咱办迄个啥世界博览会，台湾已经办世界博览会。办个足赞，乎世界各国人来参观，吼、哦，赞不绝口。台湾这么先进的所在，但是过十冬的是1945年，咱日本战败，日本的台湾嘛是战败嘛，啊，真不幸是乎中国来管，吼、哦，这个美国是一个占领全国，但是伊委托蒋介石集团来，这贪腐集团来到台湾的时阵啊，把你吞打，不会把你建设。哦，阿龙敢恁骗，哦，该后藤新平也同向底下的新公园，那个尾那个去掉了，哦，后藤新平同向哦，伊离开台湾的时，台湾人足感激伊吼，咱本土台湾人足感激伊对台湾的贡献哦，怎啊伫新公园甲做一个同向，哦，啊，但是同向伫1945年10月2号，中国来的时就该来吐掉啊嘛，该吐掉，哦。啊，唔知基本人在变成啥货，那唔知爱过去看嘛嘞吼。爱心所有日本建设的痕迹，拢尽量要甲消灭。哦，啊，拢甲咱骗讲，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啊，水上台湾人，咱就是平埔族。啊，因为经过完整212年的这个统治煞汉化，因咱平埔族无文字。啊，迄、那个荷兰甲咱统治的时间相短，虽然讲咱有新疆文，哦。啊，是要咱伫迄个完成的通牒的末期，咱嘛有这个罗马字，但是无真普遍的时候，啊，就已经变化。变化的时候，到这个1945年战败的时候，咱的先败就是讲90岁100岁遐人看袂清这个国际局势，哦，啊，拢家己想讲伊是中国人，所以迄当阵足济人去欢迎祖国，叫祖国派。哦，东京有30,000的留学生，中间有8000人足热心要回来台湾，讲要来哦，要来参加祖国在台湾的建设哦。啊，真侪人要读啥？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啊，读蒋介石的那个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还是那个什么物件都读，就迄两个人是。啊，有的参加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哦。20,000+的人歪转来啊！啊，但是8000+的人哦，足热衷哦，转来才热不不讲要参加祖国吼的建设啦。自然家己想讲，伊是中国人啊，战败国的人，无想讲伊是战败国，感觉见笑。伊只要摇身一变讲，伊是战胜国的人，讲伊是中国人啊！啊，转来就甲迄个蒋介石集团甲做伙啊，吼、哦、啊，所以误导咱整个台湾人的观感。啊，佫加上啥？遐阿山哦，半山倒来，半山倒来时，佫甲咱台湾人瞒骗，哦，瞒骗讲啊，咱拢中国人啦吼、哦。啊，实是咱会晓汉文，会晓汉字，讲个河洛话，啊，家己就想讲，也是客家话，家己想嗯，啊，中国嘛有客家话，中国嘛有河洛话，啊，结果家己想，伊是中国人啊，啊，误导到即阵，看袂清楚家己究竟是虾米人啊？到底我是谁？搞错了，一直想一是高等的汉人啊，高等的中国人啊，安尼啊，我相信足侪人吼、哦，仔细个了解吼、哦，经常自以为是他高等的汉人，回过头来看袂起啥，讲台湾话，讲原住民话，讲遮番啊，讲反原住民番啊，吼、哦，特别是高山族的，看伊无起，啊，实际上，伊伫中国人心目中，你嘛是呆包啦，嘛是呆包啦。啊，嘛是台湾人啦，嘛是无地位啦，一旦甲你当人看，已经不得了的事情啦。
啊，所以哦，我感觉讲台湾人甲最近以来隔天也无够，隔天也无够。啊，和国民党安尼吞打六十几档，吞打六十几档，台湾人地位并无提悬啊。哦，啊，那呢国民党贪污腐化，咱都已经足唔甘愿了，咱足认真去支持党外。哦，对少年，对我个人的经验啦，我读大学的时候，黄顺英在选举，哦，去啊倒本传单，张三郎在选举，张三郎，伊二十几岁就出来选举，啊，我迄阵二十出头，十九岁、二十岁，我嘛甲伊倒本传单，啊，伊传单车来，我对伊传单车，哦，安尼真热心，安尼甲伊倒嘛帮忙，过来换民进党成立的时候，哦，嘛安尼走总，哦，安尼。那是我人伫台湾的时候，我就是替民进党出力，哦，像王金珠选举，说选举完三十六岁选举完，我阵三十六岁伫美国转来，我嘛是甲伊斗拍拼，哦，徛台演讲，我甲徛台演讲，阮同乡诶，阮是同乡一个欧医生啊，哦，拄着我吼，我了一个马路妈，我的马路妈是啥呢？是一个叫做热带植物园伫车头边啊，足水的热带植物园，啊，伫遐拄着讲。我甲托你遮来讲，你蔡前你真害呢？你李登辉学生无替国民党徛台在咧害，你什么走也去民进党徛台？迄乱党诶，遐拢歹人啊！吼、哦，甲党外徛台，吼、哦，安尼你说呢？哦，为啥你唔知啦？你有一天你就了解啦，吼、哦！我要了解啥？我很仔细看你就咧甲民进党徛台啊咧！啊，你的老师是李登辉，国民党的党主席，什么你不会给到三江到咧海啊？搁什么去个民进党徛台，甲记甲托哇？我为啥你过几年你就知啦？伊无法度看会出这个情形啊！哦，看会出人咧搬戏啊！甲一直甲啥？一直甲1996、97年的时喏，宋楚瑜甲李登辉并到的时喏，伊就落我讲，哎呦，啊，我迄阵时还足刁滴呢，足讲我看政治看袂清楚呢。啊，原来你才是着迄外省人拢未考虑啊！哦，中国人拢未考虑，遐外省人拢未考虑就对啦。啊，宋楚瑜甲李登辉形同父子，伊嘛介野安尼，介安尼比哩咋吼？哎，才了解讲，咱台湾人做总统嘛无地位嘛，人要介野就介野啊！伊才讲哦，歹势，我迄阵对你无了解，吼、哦，可见啊，咱要觉醒吼，一定要有一个出名，要有一个出名。啊，足侪人拢像这个，我讲迄为上圣诞陈福寿的陈福寿先生，吼、哦、啊。爱心哦，无阿多了解讲，中国人咧做啥物事？中国人咧，迄、那個、斗争的手腕是足细腻，吼、哦，伊吼、哦，敢斗敢打，吼、哦，有资源的啊，有枪杆子啊，有警力系统啊，有警察啦、啊，有法官，有检察官，吼、哦，伊各种的这个统治台湾的这个工具拢有啊，啊，所以伊也是。你若是听我的，我就给你萝卜 carrot 哦，红萝卜吃。你若无听我的，我就用棍来给你喊，哦，给你抬，给你关。啊，所以你台湾人吼、哦，衡量的结果，大部分人啊，意志较无坚定的啊，就专去吃伊 carrot， 去吃伊红萝卜，惊啥？惊伊棍来给削落去。刚才有一款人吼、哦。台湾人，这款台湾人，这是真正的台湾人，男子汉啊！我刚刚就不爱吃你的 carrot， 我刚刚一开始就要反对你国民党。不管啦，我要徛伫我本土台湾人立场。这个人不是无啊，有啊！哦，咱张先生哦，都受这个人一讲讲过好听，我足感动的啊！国民党一直甲伊招手，你来，我给你大官做，伊刚刚不爱咧，我不爱做你国民党的官咧，我要做我一个自由人，我要做我一个吼。有家己看法的人，不爱随你的棍棒起，诶，迄个指挥来起舞啊！我相信在座各位真的是安尼。只要你有表现迄个骨气噻，你伫官场无可能升大官啦。哦，就是你伫学界，万无可能去做行政主管啦，因为就家己二死死啦，哦，二死死啦。但是我感觉有迄个价值，你安尼就表现出你的人格出来。我刚刚不爱跟你这李王政府挂钩啦，足多人甲讲，哦，你老师做总统呢？我迄种是，你顶回做总统的时代，我伫真卡吼，走路那是有风呢，啊，实际上我无感觉。
我无敢讲，我应该去做官。阮曾经大家讲，哇、哦，你得要去做大官，做了讲无可能啦。因无法度看出这个局。我讲你定位是蒋家的家臣啦、啊，我不讲祖国啦，卖讲糟糕啦，是家臣啦、啊，蒋家的家臣啦、啊。我讲伊做总统了的时呐，伊更加无自由，更加无自由哦。伊未做总统的时，我要见随时会当见。伊做总统的时，我要见是真困难啦、啊，哦。变成讲，伫迄个圈内的时阵，伊就失去伊的自由啊呢，处处受了监视。有人甲讲，哎，我电话拢被窃听录音，因为这部飞机啊，我做总统，我的电话嘛拢窃听录音啊，啊，表示什么？伊是奴才尔嘛，伊是人蒋经国戏进行托孤尔嘛。我册内底有写，讲蒋经国透过蒋介石、李延柱、李登辉甲宋楚瑜，吼、哦，啊咧照顾这四个人伊的家臣，咧照顾蒋孝武的利益、蒋家的利益。伊不爱有啥，不爱有王兴甲是李焕特权，因为王兴甲李焕特权，伊要整晚要掌握政权的时，会危害到蒋孝武兄弟的生命啊！啊，找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哦，各无担心的学者来做伊的迄个继承人，做总统的时。百无一失啊，万无万无一失的对了，平安啦、啊，会当保护蒋孝武兄弟的安全，啊，甚至讲伊这个托孤啊，时间长远，将当当这个蒋孝武年纪较大，啊，伊的这个的势力范围已经安排好写信，有一天伊跳出来就是做总统啊，伊等于迄个迄、那个功能就过去啊，过多年呢啊，我的判断是安尼啊。无影讲，咱台湾人已经出头出头天啊呢，所以蒋经国去安排足够呢。我迄篇文章讲龙井专家李登辉的志业与贡献，迄篇文章我来底写足清楚，讲李登辉伫蒋经国学校内底所学到的，就是已经你维护中华民国的利益的人啊，你维护蒋家利益的人啊，伊无法度跳脱这个框框。来看讲台湾将来要行什么路啊？这是伊为了缺憾呐、啊，即摆伊的后悔已经来不及啊。当伊有权去改革的时，当伊有权去甲冰岛的时，伊无法冰岛。伊要用李延柱做行政院长的时阵，李延柱伫中路改车饼，大细声改讲，伊无法度甲冰岛讲，你都爱听我的，你是我副总统，你袂使讲话，安则对，伊拢无啊，无这个担心啊。哦，蒋介石伫外发表讲。还是连战连胜最好，不要用李延泽啦，这是咧为向做代志咧，为宋楚瑜安排伊的总统之路啊，这足明显的啊。李登辉同志那个编导的情况，你是我的秘书长，你不能讲话。经过的形势就改观啊，对李延泽阻隔，台湾的历史就无同款。伊这四年就当做代志，结果伊讲怎啊退缩，我顶该讲过啊。伊怎啊甲蒋介石甲连胜讲好啦，啊我54%先当选，我才要用一个。诶，行政院长拢未使用，安尼我歹插啦，我歹插拢互你插，啊，怎去学意见学看命？安尼敢对？我感觉伊若回顾这段吼，李先生，我的老师李老师也感觉足遗憾，伊感觉足遗憾。我伫迄中间的时候，我若有甲伊通信的时候，我应该鼓励爱有革命精神哦，爱有革命精神哦。今日革命精神伫这个所在，我俩讲讲。咱不是革命团体，咱 TCG， 咱华理建国会，不是革命团体，但是每一个参与者要有革命精神。这个革命精神就是讲，咱要坚定咱的意志。这个意志要做啥？一定要奋斗到底。哦，咱前辈，伫头前领导咱向前行，啊，要达到这个目标。前辈，这中间奋斗中间。有可能半途会死去啊！哦，像这虽然讲60几岁，虽然讲看会勇勇，哎、欸，但是有当时啊，哦，忽然有一个什么脑中风啦，还是讲心肌梗塞，啊，就跳起来咧。啊，所以哦，做到这个阶段，要换人，少年搁起来，哦，在座的各位搁站起来，哦，前仆后继，最后就是要达到咱这个法律建国会的目标。就是要台湾自治，最后建国，这是咱的目标。所以我希望咱每一个人在这个所在上课，
才充分了解咱民政府华理建国的论述，这理论甲论述拢该做足充分了解，然后充分了解台湾过去的苦楚，四百年来逢欺负、逢台、逢挂，这个苦楚咱来去充分了解。哦，啊，充分了解讲，了解讲这个流氓政府、这殖民政权安怎甲咱压迫，安怎甲咱剥削，咱来了解到这真彻底的时，咱出去。会当传播咱的论述，会当传播咱的理念，和济济咱的同胞，本土台湾人，拢对这方面有充分的了解。啊，来觉醒。当伊若觉醒的时，伊就发觉讲，这条路才是正确的。所以讲，透过选举，才要来改变政体，要来证明自身是无可能的。所以讲，台独运动嘛是无可能的。你要向对什么人来？从哪个地方独立出来？搞不清楚呢。既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你要从中国独立出来吗？非也，也不是中华民国的主权。中华民国对台湾无主权，啊，你现在要对中华民国独立出来，嘛无可能。啊，日本的已经放弃啊，你慢慢就会讲，哎，我要对日本独立出来。啊，美国是军事占领，伊也无讲要占领这土地永远的啊。啊，你要对美国独立出来吧？讲未通嘛？啊，讲未通，伊也歪。讲啊，因为我讲未通啊，啊做未落啊，啊来研究咱这个物件，来了解到咱这个论述。啊讲，哎、欸，我来跟你斗三工，啊咱手牵手，心连心，来共同奋斗。无啊，啊你跟咱阻碍，伫外口放话，哦，啊见缝插针，啊讲足歹听话。但是啊，我相信哦，因为环境这么恶劣，咱啊更加该坚定咱的信心，一步一步。踏踏实地，每一个人要了解的讲，咱这个伟大的这个目标，只有他会安尼，咱台湾才会脱离中国慈禧甲迄个马政权出灭台湾这个危机啊！你啊，咱华理建国会这个论述是完全得到国际法的支持啊，美国嘛，甲咱哦透过法院的诉讼。美国高等法院嘛做过宣判，判决讲台湾人无国籍，哦，啊，台湾人哦生活在政治联合中间，台湾人无一个国际承认的政府，所以这个流氓政府无人承认的嘛，啊，咱足济济济咱的同胞，拢到即阵要咧醉生梦死，醉生梦死，啊，搞不清楚他是谁，搞不清楚台湾的地位跟现状，搞不清楚。这个美中台关系，哦，按你讲的话哦，拢背背无具体，所以我相信各位来这个所在，哦，两天外，较无三天的时间，相信你个听完这个课程，你就会当充分了解咱的主张，咱的论述是100%正确的，咱的论述是100%哦，和国际会当支持的，哦，安尼先哦，咱来努力，绝对会当做啊足好。啊，咱头先讲了讲后藤新平的建设，啊是安那停顿的，咱感觉讲，各位一定知影讲，这二十年来台湾的经济是走下坡的啦。二十年前，咱国民所得已经超过10,000啦，两年后，咱只了伫15,000-16,000这了咧扑来扑去，按照道理是十年内底都要超过20,000啦，咱不但无超过20,000，而且佫顶落去佫爬落起来，用要伫15,000-16,000这咧扑啊。哦，浮浮荡荡安尼啊，咱的经济已经输韩国足济啊。后边的泰国，哦，泰国的经济一直在进步的时候，会甲咱追过去，而且真可怕的，哦，真可怕。啊，基本上是啥？基本上因为中华民国并无讲伊要放弃统一这条路，咱卖讲国民党会马英九咧出卖台湾，就是。民进党得到政权的时，伊要出卖台湾，咱嘛无法度去反对，因为拢是你另一样算出来。支持民进党拢是另一样。当伊有一天伊咧出卖台湾的时，你哑口无言啊！所以我是唔知影讲各位投票的倾向安那。我是个人，我是未去投这票啦。拒绝选举，咱就要拿像波罗的海三小国同款。苏联入来甲波罗的海三小国，伊咧办选举的时，我波罗的海的人民不去投票。投票率只有30%左右了，转世来讲啊，这个投票无效，投票无效。当
因这个民政府，还是讲因这个民间组织，哦，要求讲，我不爱接受苏联的统治，我要家己统治的心，要来做一个啥，做一个公投的心，90%出来投票，90%讲，伊要变作一个独立的国家，伊就独立啊。咱台湾人嘛安尼看，咱拢家己在选举，你是中国国民党是中国的，你中华民国民进党是中国的，所以我拢记着选举，那50%出席率的50%。出席率50%以下，投票率是咱的选票50%以下，啊，让世界各国知影讲，咱是反对于这个体制，安尼咱早晚咱就会当成功啊！世界各国就了解讲，咱人民的意愿在倒，啊，所以咱台湾人吼，想过单纯，就是讲民进党都开始的时候就走错路了，走错路了。1989年热衷的投入选战。已经误导了整个本土台湾人的方向。迄种呐，因成立的时候，我拢袂去选举，哦，啊，甲美国讲，哦，叫美国来保护台湾，我唔免你中华民国来保护啊。安尼先整个就改观了。经过这20几冬的奋斗，相信民进党已经成功啊。结果今日唔是，伊选举了，参加选举了，哎，发现讲，哦，做中华民国官足好康呢。有够好康呢！啊，你苦苦一直对落地一地藏入面呢，我薪水才偌济，假使讲10万来讲，哎、欸，这个外快啊，比10万超过足济倍呢，一人送来一包拢遮大包呢，会提到会准呢，迄当阵伊煞失去判断啦，会感觉足好的，支持中华民国足好的，啊来选举足好的，安尼落去哦，会乱去，果然你也看，啊变也变当做无代志呢。足可惜呢，哦，啊，这嘛害着伊家己，上严重毋是伊家己，一个家族乱去，个人乱去，拢小代志，这个社会乱去，这个国家乱去，这是大代志。但最近8年，不然台湾人失去信心嘛啦，对家己无信心，蒋万就起诉这个李登辉，嘛是要让咱足济济济无认识的台湾人讲，啊，咱台湾人就是足歹，所以选择。中国出来管较好，你知道有这个作用呢？变作安尼去呢？迄几工，起诉你电话，迄几工我特别注意电视咧讲啥啊？有一个桃园的讲，打电话去 TVB 的讲啊，台湾人不要管，袂使啦，每一个台湾人出来就是贪污啦，哦，马英九袂贪污，马英九会贪污啊？袂，当然会啊！啊，是体制用体制咧贪污，你看无啊？哦，富邦合并台北银行。这个是真歹的呀、啊！哦，啊，伊东山安那来，东山安那用，甲阵伊是东山赚来钱是安那用安那去了。伊东山嘛是咱人民的血汗钱呢，唔是伊赚的呢。全世界无一个党讲有东山的啦，共产党都无东山的，伊佫有东山，这毋是真荒谬的代志。甲日本时代，迄、那个。电脑留落来，价值产，甲扣扣来讲，伊的通，伊的财产啦，啊，这毋是真迄落，这是偷摕人民的财产。所有日本人离开，所有伫遮的财产，拢是台湾人的财产嘛？嘿、嗯，哎，迄嘛，迄嘛，拢各位转身，迄嘛是用台湾人的财产啦。结果伊来占这个所在，讲我冲撞起来，甲刮起来，讲伊国民党的东山啦，啊，有这款的荒谬代志，哦。啊，所以吼、哦，你看这年无利，公营事业赚的钱嘛是税收啦，按你看啦，公营事业先来赚钱，那像讲台糖，哎，啊再较早台铁，哦，还是讲中油，伊你中油吼、哦，你本钱假使你看，咱看台塑胶来比较就知，你若这个一立的迄个汽油吼、哦，台塑那25块就赚钱了哦，中油25块会了钱呢，因为伊成本30块啊。伊都卖30块以上，伊才来赚钱啊！啊，台塑的石油可能25块，伊就赚钱啊呢？因为伊成本可能20块啊！啊，现在台塑石油伊成本20块，啊，你中国石油你成本就30块，伊用一大堆砍钱砍钱拢来啊！我是总经理，恁家拢我亲戚，拢来上班，拢来领薪水啊！啊呢，一个中油那是一个王国呢啊，一个台电嘛那是一个王国啊！哦。是啊，要支持这个核电，伊是啊，要来装核电。伊明明知影讲核电的成本足高呢，明明知影讲咱有发电太阳能的这个环境甲条件，
咱台湾日照非常充足嘛，雪地就做到那样，摕到迄个所在日照都无咱台湾济。人伊这里太阳能做足济，啊，咱台湾这个环境做啊足好诶。十几年前我拄到一个吼，太阳能迄个光电板的迄个中专专家，伊就问他呢，哦，伊伫美国的这个再生能源研究所，伊讲吼，台湾吼有关这方面，我是世界一流的专家，但是台湾要创这伫这个，那呢，其实工业园区也是讲伫迄个，咱有一个迄个工业技术研究院嘛吼，伊讲伊咧开会时吼，拢无甲邀请。哎、啊、呦，这个伊等下台湾吼、哦，看伊老爸老母的时吼，哎、啊，一看到讲因咧开会的时，怎啊去啊参加？在场的遐学者专家拢惊一条，啊都无邀请伊来，哦，伊就甲讲伊做安排，拢无邀请，惊伊等下，哦，而、啊、且封装是最核心的技术哦，哎、啊、是封装的专家，伊甲讲啥呢？只要在一高，哦，也迄、那个一高，咱就分割岛会当去两片的太阳能光电板。哦，早上这边拍日，下午这边拍日，安内先一旦提供咱的台湾整个电力供给的20%啊！啊，我讲你有提意见无？有啊，提意见和经济部，啊，但经济部和台电就甲坑咧，点点拢无反应啊！啊，你看偌浪费咧！哦，啊，就太阳能光电本来技术已经进步到呢啊，迄成本已经比十几年前低足低，哦，啊，啥也不爱做。因为啥，伊在做核电的时候，足济汤坑到落地下底，回扣太多了。你采购案越大的采购案，那个回扣越多，所以伊的预算变足济，宁可要核电，啊，伤害咱台湾的环境，伤害咱台湾，甚至可以冒那个核安的危险，安尼伤害台湾。所以吼、哦，咱做一个。本土台湾人就怨叹，这块土地是咱的，咱第一条歌，甲听主席，哦，这块土地是 ，this land is mine， 哦，上帝赐我的土地啊，哦，有神教我当齐伫这块土地咧巡视的时，我相信有一天这块就是我的，绝对别人袂摕袂去的，咱要有这个信心嘛，哦，我相信哦，上帝一定站来跟咱做伙，无咱今日无多，咱林博士、林秘书长哦。哎、欸，这个经过遐侪多年来布局，伊到尾呐，行对这条路来研究这个国际问题，哦，这嘛是神咧甲咱牵这条路呀、啊。啊，牵出来了先，哎、欸，咱进前何瑞贤，你也听何瑞贤咧讲，因为伫秘书长进前的几年啊，伊才2000年开始嘛，因为伫台湾，伊做一个台湾的迄、那个台湾人的竞赛吼，一直接碰到足侪病。办什么拢办不通，按照美国方式来办拢办不通，都要靠人情关说。吼、哦，啊，伊就气着啊，伊就开始研究这物件。其他台湾大行拢办不通，啊，抽丝剥茧，啊，从啊有一个开始，吼、哦，研究台湾地位问题，吼、哦，啊，然后后来咱林秘书长吼，哦，用伊战争化的观念，啊，佮深入研究加以发扬光大，所以咱今日叫大放光彩，有。何瑞贤顾问甲林秘书长甲咱带头，咱才有今仔日，所以短短的5-6年，从2003开始研究嘛吼，甲即摆先才八当年，啊，但200610月24开始去过美国，这个也不是独派，吼、哦，遐主张台独的也是民进党遐人有迄个胆识的，踏出这一步，我相信是完全正确的。哦，一方面，咱林秘书长伊胆识有够，伊讲讲爱甲打水爱甲顾，啊，咱何瑞贤甲咱提供一些见解，哦，做顾问性质的工作，啊，结果咱甲美国律师谈的时候，就真正够以人权问题从人权切入，完全奏效，所以咱才有今仔日这个法理论述建立坚强，哦，啊，然后咱去外号演讲，我对我参加这个团体以来。所有参加外口的演讲，哦 ，Michael Richardson， 咱去台中一场，去高雄一场，大家听了拢足兴奋的，哦，足兴奋的。啊，去年到即阵，哦，阮去宜兰演讲，去嘉义演讲，上嘉义一场200+的，第一遍听了，讲，甲阮讲啥呢？哎呦，真好的演讲，早都爱来甲阮讲啊，
哦，啊，无干那条烦恼啥？烦恼中国就要来，台湾就要沉了，系啊系啊，困未起，安尼。所以各位哦，今日会当来这个所在，哦，来接受三工较无三工的这个研习会，应该是非常幸运的，非常幸运的。但是啊，天气足热的呢，有热屁屁哦，外口36度、37度啊。吼、哦，啊，咱无冷气嘛，啊，就是安尼先，你考验咱的精神。吼、哦，哦，我即话安尼讲的时哦，我是安尼一直酸出来，我内衫拢澹去啊。但是阮第一遍来的时哦，寒6度啊，6度，啊，我困伫即边头，我打靠遮，夭寿啊，皮加两领拢困未去啊，寒啊，困未去，规暝拢无困啊，规暝拢困，好个仔。几天刚好，我再找一个高雄的朋友讲，咱能够困下，咱来找看一间无虫的吼，去困中吼，啊两个去困一间吼，有影四边拢无虫的吼，加两领被到，有影就温暖困去啊。你想咱这寒是寒到6度呢，热大到36度啊，啊无冷气啊，所以伫这款的情形之下，正在考验我们的意志跟精神呐、啊，这嘛是训练的一部分，哦。所以我相信吃过苦的人吼、哦，才会当应付这些困难的问题啦。吃过苦，吃苦吃哪济？我甲秘书长讲讲，咱这个单位，咱这个组织向前迈进的时，一定会拄着足济困难的。但是咱拄着困难就甲解决，拄着困难就甲解决。哦，当到尾的时，困难拢互咱解决了的时，咱就成功啦。所以各位啊，你吃苦该解决困难的时。正是咱向前迈进，向这个成功迄个点，哦，拿靠前的时阵啦，所以唔通放弃。恁即马坐落去，开始流汗，流到半礼拜日到下晡，佫热屁屁哦，佫翕相时哦，规身躯都湿面。你若更进来到迄时阵哦，你有影，就有影会当落，或者下山了就对啦，哦，就当下山，经过3天的锻炼，哦，啊，就当下山去摔跤，哦，去团。传播咱的这个华理建国论述，和咱姐姐朋友来了解来听呢。所以，咱华理建国论述不是要去甲国民党扯平，不是安尼。咱这华理论述吼，咱拢唔免去什么牙刀牙枪啥去做革命性的工作。咱重点就是要吼、哦，要去透过咱的华理论述去告美国，哦，甚至还告日本，告日本讲你是安怎吼？仅仅伫1951年嘛吼，都你伫东京电话里就宣布讲，日本台湾的台湾人啊，日本台湾日本的国民啊，从迄当阵以后吼，改成是4月、5月、7月啊，吼，2月18日啊，还是7月？2月18日吼，哦，日本东京电话里伫1951年2月18日，讲宣布讲，哦。所有的台湾人，迄种是日本国民嘛？从今天以后就不再是我日本国民，这是违法的，这是违法。哎呀，看荒谬的！1946年还在军事占领中，1946年1月12日，哦，南京政府，那个中国政府讲，宣布讲，所有600万的本土台湾人，拢归划为中华民国国籍，也看荒谬。但是1945年。10月25日来甲咱骗讲台湾光复，咱拢中国人。啊，然后1945年赶快10月29日迄天吼，毋是出公文和美国讲，这600万铁定不是我中国人啊，我要把他送回日本。啊，都无咋个上到电影。啊，经过4个月就讲说，哦，你们都是中国人啊。啊，来个介绍的，甲讲，你们我大家都是中国人哦，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骗咱大家。啊！一直念，一直念，咱台湾人标题戆戆哦，太透底的啦。平埔族哦，也好规矩，你知道？古早太好规矩，像阮中华，满山遍野拢是鹿啊，啊，就算过，啊，好规矩啦，好规矩哦，拢足好讲话嘛。啊，这个土地你别好好哩啊，好哩，我哩作字哦，我就无计较。啊，所以即个中国来嘛，赶快，因为我是中国人，啊，就叫他，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他故意心说怎啊，家己想伊是中国人啊，安尼。安尼甲咱蒙骗，啊，咱嘛真正叫蒙骗去呢。啊，在这各位好个在，拢有迄个智慧，拢会用脑筋想，拢无去骗人家来。去骗伊，甲真也唔敢来。
哦，啊，所以咱就回去，来讲唔通过去骗你啊，爱来，来听两讲啊，来这锻炼一下吼，哦，安尼将来就完全不同款，脱胎换骨，懂你真正脱胎换骨，充分了解这论述以后吼，你感觉足快乐。我吼，参咱秘书长这位，这边两当啊，这两当以来吼，我大家拢足快乐。我太讲，我呢做干黄衣干呢，无应该黄衣干呢。哦，啊，确实有影，我看啥，有希望，有希望在这个地方。我41年前哦，我是1970年哦，8月9号我就对李廷辉啊。啊，对一个1999年，我就来桃园关做财政局长，啊，对李秀莲啊。啊，我的关系敢会歹？对吧？我的遭遇嘛，足好个啊！哎，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啊，哦，但是无效啊！我的目标是讲，咱台湾一定要建立家己国家，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参加足济政治团体，甲民进党斗三工，哦，甲这个台湾团结联盟台联斗三工，哦，甲第三势力斗三工，啊，不来不去，不来不去，拢无。正确，拢不是正确的路。哎、欸，最后看到咱秘书、林秘书长的事，我恍然大悟。我十几岁，我就怀疑讲，啊，都美国我怕台湾，现在中国我占台湾，这不合理嘛？啊，但不合理，未使讲啊。我肯定先看来，我怎样讲伊？我迄阵看《自由中国》，十几岁我就看《自由中国》迄个一半夜刊，啊，看《文心杂志》，看李敖英在咧骂来骂去，啊，胡适吼、哦、胡啊胡秋燕因咧骂国民党啥吼，啊，咱怎样讲？我就想讲，诶、欸，国民党不是好面啊！伊那是好面，伊伫中国都互拥抱啥的，去赶出来，都往来个中台湾，一定是不是好面的嘛？所以我讲，哎呦，啊好面的无来，歹面走来，啊，所以咱家才艰苦。啊，所以我怀疑讲中华民国统治台湾的正当性。但是我怎样讲吼，要别足济袂使讲啊，拢袂用讲啊，唱你心肝来，啊，伊找资料来看，找册来看吼。拢无法度对这个解答。哎、欸，一直到2007年哦，看了一本伊的册，叫做《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我豁然开朗，哇、哦，得到解答，我心中以后完全清清楚楚了。阿关太的李师大开口，开美中来关系，我记不起你两个单当作你的研究生必读的书，你嘛爱看，安尼呢？啊，所以吼、哦，还是足兴奋。啊，我参加这个那个华理建国会了吼，哦。深刻的认识到整个哦，这个台湾的未来是一片光明。当台湾的未来一片光明的时，咱每一个在这受训的人，拢是咱建国的尖兵，一定要自立自强，锻炼体魄以外，都要研究变来建设咱台湾。所以吼、哦，一定要去买一本后藤新平的书，这本无理想，这本是一个吼、哦，充满中国赛的头壳内底充满中国赛、国民党的赛的人翻译的。哦，伊内底足侪文字，我感觉无啥赞成。哦，啊，但是你讲后藤新平的迄部分是对的，啊，伊咧讲着甲中国迄部分，我感觉真侪拢哦无啥正确。上好是看一本吼、哦，日本的《后藤新平传》，日本的安尼上好看一本。爱心富啊，研究个人后藤新平是安有迄个见解。啊，咱不管年纪较侪岁，还是较少年，拢同款，拢对这个社会、对台湾建国有贡献。但是一定是不断的更新咱的观念，不断的充实咱的知识，作为咱台湾建国的根本。啊，每一个拢是精英，每一个人拢是一份子，一个螺丝钉拢足重啊。无一个这个螺丝钉的时候，你这个引擎都会散去，无法度运作。所以咱政府、民政府就需要足一个螺丝钉，每一个人扮演一个螺丝钉，咱这个引擎就会向前爆发，就会当做个真成功。和咱的目标早日来完成啊！呢，我用这几句话来甲大家小勉励啊，真感谢大家参与啊，祝大家啊，这里身心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多谢，谢谢。起立，立正，站立，休困10分钟。